小朋友听到广播，准备开园，多一个美丽的小朋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，今天呢是我们家请回来第一天教学的日子。本来我跟妈妈约好今天是妈妈接我，可是呢，妈妈今天加班。所以说爸爸来接你。我哭啦。爸爸心里不好吗？行，那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走吧。孩子，我给你说一件事，今天老师教了书写三，我现在要开始学习啦。那我们把作业先做完吧。好的。他还给我们发了那个理想状卡，让我们学那个西餐里。哦，好。我还要玩那个西餐。爸爸，你看，老师，我在老家一天的课都没有忘，所以呢，老师跟我说，加油，很棒，是吧？嗯。行，那我们开始书写三字吧。这个三太难写了，所以呢，爸爸给我打了一个，然后呢，我写了很多遍，然后姑姑给我写了一遍，然后。我写的黑不隆秋，然后呢，第二个转第一遍，我就写的有点好。好啊，行，那现在往作业本上写吧。我有点激动。有点激动，没关系，写吧。我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嗯，加油。嗯，写的很好，没关系。哇，很好，真的写的很好。嗯，没关系，对。嗯，很好。Yes。 啊，这个写得很好，继续吧，加油。爸爸，你看。嗯，这个写得很标准的，这个，加油。耶！在爸爸的信心指导下，我终于写完了。哇！比二还要难写，因为呢我很棒，所以呢爸爸给我了一个好吃的。妈妈刚刚打电话说她已经下班了，现在已经下午了呢，所以呢我们现在赶紧去接妈妈吧。 Let's go， 去骑我的小毛驴去了。你书本还没整理哦。啊，作业还没整理。我先整理一下，我整理可好了，知道了吗？妈妈已经回家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没来接我？爸爸刚下班有点迟，回家给你们提前做饭了，给你们去接，快吃吧。好吧，就是。好吧。嗯，嗨。爸爸，你看这个妈妈做的温顺软的，爸爸你该起来，你们开动吧。好了，我又开饭了。好了，今天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多多点赞、支持、关注、留言。我再见，明天见。爸爸，赶紧吃饭，饿住